延期四个月挥别好莱坞罢工阴霾，艾美奖终于在美东时间十五号晚间八点登场。许久不见的凯瑟琳·海格曾靠《实习医生》拿下戏剧类最佳女配角，这次虽然没入围，但以红色礼服华丽现身，由黎巴嫩新锐设计师所操刀，腰部褶皱设计简单大方，金发及红唇造型致敬玛丽莲·梦露。亲切配合摄影记者要求，主演影集《星期三》双料入围金球及艾美奖的珍娜·奥特加，以一身高级定制浅色香花晚礼服现身，拉着妻子的手准备跳起舞来。凭借《继承之战》入围最佳戏剧类影集男主角的基伦·克金，这回带着妻子走红毯，《继承之战》风光入围27个奖，果然走路有风。金球奖新科事后也没缺席，黄艾丽再次以金球得奖作《怒呛人生》入围最佳迷你影集类女主角奖。台神定制连身裙，上身有银白色点缀，裙子配色大胆。影后杰西卡·切斯坦则以一身亮绿色礼服搭配流苏下摆现身。网友已经票选出红毯第一美塞琳娜·戈梅兹艳冠群芳，这件连身裙据说有45万片亮片，果然亮眼。见新闻综合报道。